苗栗的好，那罗江大今天一再这大雨，苗这六十二线复兴桥边有轿车祸，这大石头落下来来锚着，好加在驾驶是轻伤。在南庄的东河川对外的大雨，苗六十一线有那帮去转川呐，这停班停过一天，阿姑姑去上课资料。苗栗有几耐所在雨量拢排在台湾的前几名。但是去迄条一只细只桥啊，无着大雨经过这个路段，山壁上大片的土石汹汹放起，细只桥啊整个被带掉的，加在驾驶就受到轻伤，嘛家己脱困。整个车顶有压到头，所以他头有会痛，那个石头看了就很大。二十号早起六点左右，苗栗大湖乡落起真大雨势。这架轿车经过苗六十二线一点六公里处泡石段复兴桥边啊，被土石带掉的砖块，警消接到报案了后，前往救援，嘛紧的交管片面伤害扩大。而伫南庄乡的东河川，嘛因为大雨造成苗二十一线大片的塌方，土石将另外道路砍掉的无法度通行，全村停班停过一天。甚至沙石又下来，等于有轻。又增加道路的危险了，所以说不敢贸然的开放。东河川长表示，目前也在往北经过新竹北部对外来电客，不过山区的雨势还阁继续落，提醒民众若是无必要，唔通外出。这个地苗栗市区的国华路地下道，也因为积水真严重，暂时封闭，不管是有车辆冒险强行通过。根据气象局的统计资料，一直到二十号上午十点，过去六点钟的累积雨量，前三名拢伫苗栗，其中泰安乡长桥中桥道路达到290.5毫米，已经是大雨雾的等级。气象局嘛提醒，二十号苗栗的山区还佫有局部雨雾或者是大雨雾发生的机会，民众要提高警觉。记者苗栗采访报道。